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学华文，先拿下一本书，华文课本，打开第31页，然后先去拿铅笔哦。好，我们要复习啊。看图填充，来，先跟着老师一起读啊。月，月，星，星，风，风，天，天，太，太，云。云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些字填在点点上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这个是什么？什么亮？对了，月亮。那哪一个是月的字呀？啊，这个，来跟着老师一起写哦。月，撇，横折钩，横，横，月，月亮，月亮。好，那这个呢？白云吹出来的风，我们叫什么呀？搭什么？对了，大风。哪一个是风的字啊？啊，这个，来跟着老师一起写。撇，横斜勾，撇，点，风，大风。大风，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白云，月亮住的地方是什么？对，天空。哪一个是天的字呀？啊，这个天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写，横。再来一个横，然后撇，再来捺，天，天空，天空，好棒！接下来这个是什么？对，星星。哪一个是星的字呀？啊，这个，来一起写星，竖，横折，横，关起来，横，然后下面一个小小的撇，横，横，竖，然后下面一个横。好，星，星星，星星，好棒。来，那这个呢？是什么？什么？羊。对，太阳。哪一个是太的字呀？啊，这个太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写，横，撇，捺，下面一个点，小小的点，太，太阳，太阳。
好，接下来这个呢是什么？白什么？对啦，白云，哪一个是云的字呀？啊，这个，来一起写，云横，再来一个横，然后撇折，好，接下来一个点，云，白云，白云，好，现在跟着老师一起读一遍哦。月亮，月亮，大风，大风，天空，天空，星星，星星，太阳，太阳，白云，白云。好，小朋友们很棒，表扬自己，棒棒棒，我真棒啊！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先学到这里啊，小朋友们再见。